这个版本的律师有多强？只要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啊，随便六三谈。什么是有用的地形啊？医院肯定是的，还有所有的地图大房都是有利的地形啊。这种地形啊，怎么六监管呢？无脑绕就可以了，只要距离拉得开，监管想抓律师非常难的。所以这个版本的律师啊，真的强。很多监管现在都开始进律师了，因为啊，不抓他修三台，抓他可能就被六三台，无解的存在。那律师除了能透视监管，他六鬼还有什么优势吗？还有两个非常大的优势啊，一个是啊永不震慑的特质啊，这点可以让律师啊大胆交互啊，做出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。第二个是啊移动加速啊，开局招鬼啊可以啊快速点满5%的移速啊，这个移速可以让你在拉点的时候更加轻松自如啊。监管本身比律师也没有快多少，一旦有额外的5%移速加成，监管更难抓了。再加上律师，我建议大家是带双弹的，所以啊可以称之为啊拉点战神，强，太强了。那下面说的事就不多说了，大家可以看看律师是怎么六鬼的，记得看到最后，雕哥家太痛了，无与伦比的痛。我不知道他在这里也是干嘛。